这他妈是碟仙是不是？所以是我抽一张，你抽一张。好刺激哦，突然好刺激哦，有一种甩不开这个人的感觉，他就是坚持。来来来，我最后一张你抽，你也是股东，来，你决定这个公司的未来，你有一份。我想看超立线的事情。跟你讲，这不准，这不准，这不准。刚刚都不讲，我们两个出现的时候，你开始说你的牌不准，你的牌要哭了。命虽然说是注定的，可是运是可以改。命由我不由天。你手势不好，为什么要让我手势不好啊？刚刚我们抽到了五张，第一张是山，第二张是戒指，第三张是月亮，第四张十字路口，第五张是狐狸。前阵子可能真的蛮卡的，而且是有关于合约上面，跟女朋友有没有关系啊？跟女朋友是卡屁啊，未来会出现一些选择，会有点尴尬，就是因为你会遇到一些欺骗，会往未来其实是不错的。所以狐狸有可能是代表女生骗阿情骗子，快来骗我，快来骗我，好自我放弃了。我也好，女人狐狸我都可以，狐狸你也可以，可以来骗吧。我们现在想看蔡哥有没有？请问一下，我现在跟我喜欢的这个对象状况怎么样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好有诚意，大家都可以去对哦，说不定有一些很像的，说不定你就是我喜欢的人。谁说聊天室？谁说聊天室？90%是男性。我们刚抽了五张牌，是这样：心、信件跟男人，还有船锚。十字架在里面是不好的牌。过去喜欢的那女生已经结束了，那我现在可能跟这个女生有一些兴趣上的来往，但是这有个男人出现，还是会不会有潜中有喜欢男生的？阿信就是你了吧，阿信。帅呢，就是一那种意象，那你可以很快想，但你要知道你转一个念，或许就变好。所以那个三加月亮不是往心里面去看，对，是看到更好的东西。对，看到刚好。我们需要走更，你这要再写一本，这个跟我们原本学的都不一样。跟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分不开？他妈的，每次我说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，之后他就会掰出这一大堆，突然间鬼话连篇。我想要问我身心灵，你要问蔡老师还是问超？我想问蔡老师。棺材是很糟糕的，而且呢，维持了一段蛮长的时间。但是你现阶段的身心灵状态可能是在进行一种选择，你会选择好的那个地方，因为旁边是好的，跟人家互动或是很好的方向去来往，很多的好的来往跟互动。这部还有什么？我也觉得有。这个就是在还没认识我们之前。想问一下，这个到十二月可不可以遇到一个不错的可以交往，试着多认识一点女生？漂亮，这个发展很怪，试着交往多认识一点女生，什么意思？多认识她一点啊！你要不要再组织一下你的文字？你去读书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我讲别人的，我都可以讲人生，我讲自己的，怎么都讲不出来。因为你别人都乱讲，你自己有点往心里面去，有点往月亮去。祝蔡哥跟刘轩平安归来。你什么意思？其他人没有回来。那这样子好了，那刘轩再问一次，我其他人没有回来。等我先算，我到底是不是平安回来台湾？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未来如果交女朋友，我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走向是好还是不好？对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你白痴。女人、骑士、熊、种植鸟跟钥匙。其实你过去跟那个女生之后，公司发展是很快的，往一个很稳定的方向走。但是你未来如果交的话，会有一个新的转变。现在是可以，未来这样不是？未来是种植鸟加钥匙。这就是我比较可怜。哎呀，你长大了。什么？他长大是因为有我，他才可以这样做。上个牌你就觉得我长大，我看你也是没长大。我看你是脑空空啊！你突破盲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的算法一样吗？老师好，怎样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这他妈是碟仙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算一下我们这个公司的未来，两个人一起继续合作的，来把你的灵力放进来。现在问安安别人怎么样？所以是我抽一张，你抽一张。好刺激哦！突然好刺激哦。有一种甩不开这个人的感觉，他就是坚持。来来来，我最后一张你抽，你也是股东，来。你决定这个公司的未来，你有一份直觉，直觉，直觉。所以我决定了最终的未来，没错。
好复杂的关系哦。我跟你讲，很简单啊，好怪啦，蔡老师先说。你是想先要总结自己再来刚才白？不是，这是蔡老师的承担，基本上没有负面的。而且你们两个呢，过去呢，你们这个合作呢，其实呢，都一直有一些小心意出来。会来到未来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个想要往前，很快的想要往前的一个动力，所以其实也不错。还是我有女儿？不要，你不要乱想，我可以吗？那可能真的有可能。我有女儿，然后我是骑士保护她的。我们会变成你个人的故事啊？还是现在我们又有一个周老师了？周老师，但是他魅力没那么小，你就说哇，你真是没长大。然后你现在就说哦，我很相信这个牌。因为这是我。关于我，算了，就相信，一直你就相信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今天这些都是坏牌，你信吗？是坏牌，我也会把它说成好。来，我现在换另外一种算法。请问，我离开朝鲜之后，我的生活会变成怎样？我他妈的，我就不信。一定是这样子，你不用算了，我帮你看。骑士大部分代表讯息的来临，移动迅速或是自由。自由，你想要给我亮起来？你觉得不是这样解释？觉得骑士如果通往自由的话，反驳我，骑士真是不敢讲。你们两个反驳我。骑士如果通往自由的话，变什么？变烂人。已经很早了，烂人就是没有主。快反驳我。没有主持人。如果离开朝鲜的话，我生活会变怎样？是如果是不好的，对那我就再撑一年。蛇花园，花园。为什么花园在蛇感觉很好？女人又是女人，只要有我就是有女人。我要查女人，就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表示我是这副牌关键。云，你喝的是什么意思？你跟他分开之后呢？不是，这不是过去吗？你少在那给我改变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逻辑很清晰。我不是说一年，我不是说一年内的事情，就他妈这两个是过去。蛇有没有看到？蛇是会有一些可能一些压力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挫折，或者挫折，尤其是在你们互动上，挫折个大喽。花园代表社群啊、网络啊，还有你们公开场合互动的地方。但是你们互动整体来上还是蛮密切，还是蛮密切。但是如果真的离开之后，这个女人，我觉得应该还是阿美，你会进入一个看不清楚的地方，雾蒙蒙。其实你很难想象你们俩分开之后会怎么样，因为我没有看不清楚，雾蒙蒙。那我们再来，在不确定的未来、没有立线的未来里，到底会过得如何呢？好逼！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会透支，透支太多。透支什么？因为你算的太多，你是会偏吃的透支，对不对？算超的透支，你算太多了，透支加花会不会是好事？等下菜包讲完，我再讲一次。小孩。心又是蛇，好蛇啊！树鱼，这个蛇是主牌，而且你现在是问这个问题，所以蛇代表说你那不确定其实是很不好的。你很多一些新的想法，心里面觉得很开心的想法呢，跟阿仙分开，那个不确定其实都很不好，所以会让你带到挫折啊，然后会让你有压力的。树跟鱼，树是慢慢发展，你如果一跟他分开之后，你少了他的帮助之后，你那个压力跟挫折。等一下，他帮助。没有，我们这帮助人都是冥冥之中的小 小的推力，虽然都是小小的。你看刚刚上一部牌，你也跟他也有遇到什么，但是因为你们两个关系，你中间的互动还是会变得很好。但是你现在一个人要面对这个蛇、这个挫折、这个压力之后呢，你那个压力反而会慢慢的成长。那鱼人也是互动很频繁，而且代表说你们这个挫折可能会来的蛮多。很棒哎。哎，哪有很棒？你很棒，很棒，你那个乌云里面都藏着这些。对啊，人生就是要多一点这种挫折。哎，需要放我飞。离开之前，我过得实在是太像活在这个所谓同温层，有没有？小孩更新。遇到蛇之后，我离开之后遇到挫折。没有，这个是算那张不确定的那张牌，所以这不是过去的，就是美好的想象，然后再。都被打破之后，我重新的认识我自己，慢慢发展，最后我找到了我的方式。你到底他妈的什么？不同学，你还算牌，你也是老师。你刚刚也是把我坏的讲成好。我们两个超明显，你是旁观的人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牌讲成好的呢？不是，你失去了我，少了一种舒压的地方，因为没人骂，没人骂，没人骂，你不会骂老周，也不会骂星星嘛。所以我存在就是在扛这个压力的，你不开心你就来骂我一下。对对啊，我没有，我其实不开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刚刚舍了中间，不会特别去骂你，是因为你犯错，我才会不。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不会特意来骂，所以你希望我骂你，我会去找你让我骂你。有，因为我知道你不开心。阿信这么好的男人，怎么会
快来好吗？那你想想，你是他的另外一半，他发现你心情不太好，他会跳出来让你骂，让你发现。没有要看哦。如果他另外一半在他眼里是个废物，他可能就不会让他骂哦，他可能会骂他。我怎么会呢？哦，那是我会拿出这副牌干啥？我们算一下，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啊？